家好，我是 Sonia。 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，就是我在打一手几乎每三四个月都一定会回去打一手补充的东西。再见。我今天呢要跟大家分享，我大概每三四个月会去旧金山日本城的打一手补充的生活用品。然后我就其实已经想分享很久了，我每次都是买回来都告诉自己说先分享完再用，然后都一直忘记，所以我就告诉自己这次再不拍的话就不准用，所以我就得赶快拍。如果想知道我在打一手都买什么来补充我的生活用品的话呢，就继续看下去吧。我一定会去买的就是这个化妆棉 Cotton Puff， 它一盒是 1.5， 所以我买两盒，然后很划算，因为这就大概其实大概1、2、3、4盒我可以用到四个月吧。它是长这样，不会很厚，然后也不会说特别薄，然后它不是那种双层的，因为我不喜欢用双层。前一阵子日本有很红，然后一片可以撕开好多片，那个太薄，我不喜欢。我喜欢这样，因为我会拿它来卸妆，我喜欢有那种擦过去的感觉，再拿它沾化妆水，然后再擦脸，再擦过一次。所以我喜欢那种有一点点粗糙感，太没有很粗糙，我脸皮很薄，所以也不能太粗糙。就是我用很 OK， 我已经用这个用了一年吧。然后我还会就是还有试想试他们家的另外一个160片，因为我没有开过耶，看一下，这样它质感是那种有点透透的，然后也是不会太厚，也不会太薄，可是它就是你这样拉一下它就会变大，就延展性也蛮好的，反正就是圈一个圈圈这样子。其实质地跟这个差不多，所以好像买这个比较划算。就是化妆棉是我必会去采购的嘛，然后第二个就是棉花棒，哎，这个大概各3罐可以用半年，然后因为我这次还有剩下一点点，我就买2罐这样子。一个是这种细细的，这是我买来就是有时候眼线画坏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拿来擦，这样它是这种比较细头的，它双头都是细头的。然后另外一个呢，黑色的这个呢，它很好用，它是两边不同的，它也是一盒有200根，它两边不同是它一边是这样螺旋的，然后一边就是这样子，像白色那样子，它比较大只。这个都是我拿来洗完澡的时候，就是清耳朵的水，顺便挖耳垢的东西，这样子。打一手东西都一个是1.5美金，在美国的话，但是他这个呢，小编才跟我反映说过，他也有用这个，然后他觉得就是里面的棉絮，就是你不太能挖太久，它棉絮会掉在耳朵里面。然后我也才发现，因为我一个耳朵都会用2根棉花棒，一边耳朵用2根棉花棒，是刚刚好，反正它很便宜嘛，就是大量使用。再来这个是我必补充的。第三个呢是，是这个，我这次是买爱心的形状，它是sponge， 可以拿来就是洗脸，我都把它拿来洗脸或拿来洗身体。它是专门给那个比较 sensitive 皮肤的人，它确实是很适合皮肤敏感的用，因为我说过我脸皮很薄嘛，所以太粗糙的东西用不会对我有伤害。可是它这个它有一点点粗糙感，可是你在洗脸的时候好像有那种去角质的感觉，可是不会让你的脸很痛。我也是，这个也是大概你一颗用可以用三个月之后，它就会开始没有那么的蓬蓬了，它就开始有点萎缩，那你就可以丢掉。这我记得我很一开始的影片有在某一个 beauty box 里面也有买过类似这样的东西，它是韩国进口的，然后我觉得这跟它一样，而且还很便宜，所以这真的超好用的。你在买的时候不要吓到，它是硬的，可是它拿回去泡水的时候会变很软，就是拿来擦皮肤就很适合。有时候我都会拿来擦手肘啊，或者是水这样去角质，然后又化起来又很舒服这样。这是第三个我必买的，就是必补给的东西。
然后再来下一个呢，是真的是很强大。你们还记得之前好像就在前一阵子而已，就是洗刷具大缺货，然后我在台湾买不到，所以我只好来的时候去看。我去看的时候是这个包装，我不知道是他们换新包装了还是怎么样，因为我没有在台湾看到这个。我那时候我第一次买的时候，我就先买一罐试试看，结果真的超好用，真的超好用的。所以后来我这次就直接买了两罐，对，因为刷子呢是要尽量要常常洗的，不要懒惰，像我一样。其实就是这一些化妆棉、挖耳朵的洗刷具的，然后还有那个洗脸这种 sponge， 就这四个我就是每大概三四个月都会去补充一下，嗯，就我觉得很好用，就是真心推荐给大家，因为我已经这样用了一年左右。然后再来，我这次额外，这不太重要，我额外买了这个他们的 sponge， 就想看他的 sponge 是不是跟 Sephora 一样好用，因为每次用 Sephora 还是会觉得一颗$20，就这样小小一颗，然后洗又不能洗太大力，所以我想说那我试试看他们的，它也是硬的，可是还没有用过，其实还蛮 Q 弹的。这个等我先试用一阵子，我觉得很好用再推荐给大家。好了，那就是我今天分享的 Daiso 生活补给品大推荐，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。哎呦，完了，我今天忘记叫好，那跟大家打招呼，他在上面，他没有关系，他在那边，下次他再跟大家打招呼。希望大家喜欢今天的影片，好，那跟大家说拜拜。哎呦，支持杨代理购买，支持杨代理购买。